来到了边城的泰国佛寺，距离著名的边城睡佛寺不远。抱佛寺是在大约50年前，是于一位师父从泰国清迈一间古寺，将佛像携带到槟城这间寺庙。在槟城还可以坐102号公共巴士到达这里。这里是寺庙的大殿，这尊是泰国的象神，这尊是五谷女神，这尊是招财女神，这尊是印度女神湿婆。这尊是 Siva 尊者，旁边这尊大家一点不陌生吧，泰国四面佛，这尊是招财虎摇虎钱。这里除了鲁士爷，还有是佛陀小时候了。这里被锁着的是古曼童，古曼童吧。这尊叫做药师公 Dr. Jivaga， 也在之前雇过佛陀。然后旁边这里还有象神和招财娘娘。这尊是 Jatukram 天神坐在拉虎身上。黑色这尊就是 Top Raja 龙婆 Agron， 前面的是他制作的毕达。然后这尊是泰国的弥勒佛，这里是虎头鲁士爷。这尊是观音菩萨，这是第一代主持。这间就是佛塔，这里面供奉了长弓佛、玉佛。这里是 Palakit 和二哥峰，这里是一间老佛殿，这里面供奉着睡佛和佛祖。除了这两尊，还有一个比较难见的，就是佛祖的脚印。这两尊是给信徒贴金箔。开始走进大殿内，这规则就是在第一次是请求佛像让我抱不起来，
第二次请求佛像让我抱起来，再来一次许愿，如果抱得起来，愿望就会实现。这里是星期佛，来到寺庙的后殿，这里有灵魂古塔。这里有财神爷和大地女神，不久后再次拜访这间佛寺，这次是来还愿。据说这尊包佛多次被人偷走，而每次都是3到5天就回送回来。可是，在2011年9月14日，千年历史的抱佛就一去不复返。现在前面这尊是新的抱佛，普约抱佛。之后看到新家的一台算命，就前来尝试。你要放钱啊？1块钱。我今天到这边，我叫他叫，一路问了，喜欢南瓜，家里在那，今天领他出门呐，我放你家。หากกูไปฆ่าเจ้าเมืองแมนกูจะไปฆ่าเขาแหวนก็ได้วันละแสนสนานกูจะไปฆ่าธรรมฐานก็ได้ได้สองกูจะไปฆ่าทองทองก็ได้ฆ่าเพียงวันนี้之后再给师傅加持。来到槟城普劳泰克斯的红福寺，可说红福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属于早期南传佛教传统的寺院。1940年，太虚大师组织中国佛教国际访问团赴南洋，慈航为团员之一。公元1941年间，慈航法师入住红福寺，随后应任第一任主持。由本道法师协助寺务任监院。
拜拜。